待这被疼爱的一双眼，也只是等到抱歉。在我的身边，每一天每一天，我最纯粹的快乐不是拥有全世界，而是对他感觉。每一天每一天，我最简单的愿望不是能走得多遥远，只要我们那我的未来就靠，我请假他就走这么一张，你画成这样，我手上还有很多张，需要再多给你几张吗？教官，教官，翘课逃学。假冒家长签名，你们两个跟我到军训室去。教官，我拜托你手下留情，如果再被记过的话，我就真的要被退学了。哎，阿伟，教官，今天被你抓到我们认了，但是你如果要记过的话，你就记在我的头上，你不要记在阿伟的身上。反正我念不念书、毕不毕业，我都无所谓。陈文辉。毕业是你一个人的事吗？不痛不痒讲这些话，知不知道父母送你上学的苦心啊？不念书，当流氓不成吗？没错，我以后就是要当流氓。我想要让每一个人都害怕我，每一个人都尊敬我。教官，这边真正是足多谢你的啦。多谢你吼，甲我网开一面诶！多谢，我回去吼一定好好甲伊教死啦！哎，赶紧甲教官鞠躬啊！谢教官。陈太太，没关系啦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，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。没啦，啊无吼，我今仔就带伊来转啊吼，谢谢啦，行。阿布啊，这样很难看诶。什么难看？这个代志哦，那是让你阿爸知影，一定给你拆脚落吧，你知无？就算没有这件事情，阿爸整天也想扒我的皮啊！你哦，刚才像硬吹硬挤啦，你敢袂当着认真读册啊？你爱知呢？你安尼伫翘课，那是倒一天袂当毕业，你人生是要安怎过哈？好啦好啦，阿布你就不要再念了啦，我知道啦。知道就好啦，等我来转啦，行。哎，阿布，等一下。你不是叫我要好好念书吗？现在又还没有放学，你先回去了。没用的啦，你老爸吼有代志要问你。好不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办了，我先走。陈文辉，这囡仔怎安尼啦？上车吧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你不是跟你阿布回家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刚刚经过军训室的时候都听见啦，听你喊阿布。对了，我还记得他上次追着你跑。
真的好荣幸啊！没有想到你这么注意我的一举一动。谁注意你啦？是你太会惹事了。我如果惹事的话，也都是为了你啊。为了我？关我什么事啊？当然关你的事啊！因为只要你能够多看我一眼，不管做什么我都值得。你先话省省吧，快说，你不跟你阿布回家，要载我去哪里？我今天是来讨债的。讨债？对啊，你之前欠我的电影债啊，你忘了？记得吗？就挑你生日的那一天，我们一起看电影吧。为什么挑我生日那天？你对我的诺言，我一直守护着，让你履行你的承诺，就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。啊？不用讨论了，就这么说定了。记得，我等今天等了好久，上车吧。你真的要选今天啊？我要回家问书，改天再说啦。哎，你忘了我之前怎么跟你说的？没忘了。上车吧。抱住我的腰。不用了，我自己会抓紧。要买什么礼物给罗琳啊？方程式说好要帮我写卡片，还要帮我挑礼物的，现在是怎样？放学找不到人，亏我把你当最好的朋友。好你个方程式啊！赵家俊，你找死啊！方程式，你下车。陈曦，别动。赵家俊，你不想活了？我三番两次不说话，不代表我忍你哦。传闻会，我是跟方程式讲话，插什么嘴？家俊，你干嘛？陈曦，我。家俊，我已经答应跟陈闻会去看电影，我是不会跟你走的。可是，陈曦，今天是你的生日哎。对，今天我要帮陈曦过生日，所以。我要带他去看电影，跟他去看电影，为什么？你生日不都跟我一起过的吗？对，以前是这样，但现在你一心只想着送罗琳什么礼物，你还要闲工夫管我怎么过生日啊？是一码归一码，你闲工夫怎么？我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我已经答应的事情，就非去不可。对，你走吧。嗯，走吧。陈曦，上车吧。陈曦，坐稳了。抱住我的腰。家俊，不让。十万马力，冲啊！冲啊！
在。最大的一颗，搞定。你想要看哪部电影？去买票。都可以，你决定吧。好吧。嗯，那我们就看外语片好了，听说很好看。外语片啊？嗯，好像不错哎。可以啊。那你有没有想要吃什么点心、零食之类的？我去买。好，你定。那你这边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回来。嗯。哎，老板。我要两张学生票，然后这个外语片的。嗯，好。来，谢谢啊。你好，我要两个可乐，还有两个爆米花。买好了，电影快开业了，我们赶紧去吧。好，走吧。晨曦，快点，走吧。嗯。应该是这家戏院吧。要进去看看啊。算了，总不能放任方程式那个笨蛋做尝试。一张票要10块啊，学生票也要7块，这么贵。干什么？我很久没有吃到蛋糕，我想吃嘛。这都是为了晨曦准备的。今天是他18岁生日，主角还没到，你急什么劲儿啊？一张唱片居然要18块，也太贵了。20块买完都只剩2块，2块连阳春面都吃不起。算了，不吃也死。我第一次进戏院看外语片，没想到这么好看。幸好是跟你一起看，要是我自己来看，我肯定会选一些那种打打杀杀的武侠片，绝对会错过这部这么有深度的电影。看电影看得很开心吗？曾经美丽过，曾经美丽过，岁岁年年匆匆，每一天每一天，我最简单的我第一次进戏院看外语片，没想到这么好看。幸好是跟你一起看，要是我自己来看，我肯定会选一些那种打打杀杀的武侠片，绝对会错过这部这么有深度的电影。看电影看得很开心吗？少家俊，
你没事一直来纠缠晨曦干嘛？说什么屁话！我跟晨曦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怎么可能用到纠缠这两个字？倒是你，你一直纠缠方晨曦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我请朋友看场电影，庆祝生日不可以吗？你嘞，口口声声说是晨曦的好朋友，那你要怎么帮他过生日？哎，你该不会就送这个吧？说什么啊？这不是要送给方晨曦的，这是要送给罗琳的。这是要送给罗琳的。方晨曦，今天你生日，我以为他是要送你生日礼物，就没有想到他是要送给罗琳的礼物。别说了。我们走。喂，方晨曦，这么晚了还不回家，你要去哪？你爸跟你妈都在家等你呢，跟我走。陈辉，谢谢你请我看电影，现在我请你吃晚餐。当然好啊，我知道附近有一家很好吃的西餐厅。我们吃牛排。好，你不用请我，我请你。我请你吃牛排。陈文辉，你不要轻易敲方晨曦主管好不好？你把话听完好不好啊？方晨曦说他请客，我付账，你懂不懂啊？你有钱了不起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方晨曦他不会跟你走的。吃牛排吧。好，走。方晨曦，生日大餐你就吃碗阳春面啊？嗯，我请你去吃西餐嘛，说好的吃牛排啊。你的钱还不是你父母辛苦挣来的，比起那贵死人的洋玩意儿，我更喜欢在生日时候吃碗阳春面。给你个面子，加卤蛋。好吧，只要你开心我都乐意，那我们就吃阳春面吧。老板，两碗阳春面再加两颗卤蛋。好，两碗阳春面外加两颗卤蛋嘞。好嘞。开心了吧？开心。晨曦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两位慢吃哦。嗯。晨曦，吃面吧。晨曦，我饿，先给我吃一口吧。赵家俊，你有完没完？你没事来干嘛？晨曦来，晨曦，你看他这样，晨曦。晨曦来，我啊，来陪你们吃面，怕你们孤单。陈辉，面要趁热吃。快吃啊！快吃啊！好，趁热吃。
自己买。不用了，我跟晨曦吃一碗。晨曦，我先帮你吃一半，有一半给你吃啊。赵家俊，你是不是土匪啊？你没事抢人家的面吃干嘛？什么抢人家的面啊？方晨曦就是我赵家俊的，我赵家俊呢就是我。赵家俊，我的就是我的。哎，不是晨曦，我快吃啊。嗯，晨曦。嗯，哇，嗯，文慧，我吃饱了，今天谢谢你陪我过生日哦。不用谢，老板，不用找了，谢谢。不好看。我跟你讲啦，这不好看哦，无到困的时间是袂转来啦，食饭啦。唉，是累啦，我都管伊袂调。你哦，就是伤心伊啊啦。我问你啊，你到底知影是要怎教囡仔无？嘿啦嘿啦，来啦！这茶吼我卤足久的，足香的啦。你就是对象拢无脾气啦，怪文辉拢袂听你的。那文辉无听我的话，你嘛无咧听我的话啊。我唔是恁囝，你是讲什么笑话啦？对，你唔是阮囝，你是老爷。老爷。来啦，这鸡汤吼要甲你补身体，你啉看卖咧吼。嗯，真香嘞哦。嗯，阿姐嘛吼，阿喜花选计嘛已经选过啊。啊，我想讲，你会当专心来做咱兜渔船仔的生理。啊，迄船大有讲啊，伊讲南洋今嘛吼鱼仔足济，伊问你。看是毋是要搁买一挂船，伊会斗三工哦，找人来做。无啊，我是买遐济鱼船要创啊？迄个包囝也无要接我的工课啊，就规工想要甲你下乡咧佚佗尔。哎，我跟你讲啦，咱两个哦，食老是看要硬梦想啦。文玲啊，阵嘛是大汉来嫁人个，了然啊。对吼、哦，你讲罗文玲才收快，那他拄仔伫咧讲文辉的代志，文玲得要转来啊呢。我有家买一只新衫，阿条你看，你看你看，你看这只衫，安怎？有水无？哦，这敢是大领啊？那文玲怎会敢会遐新？你这个阿爸足憨的呢。曾经美丽过，曾经美丽过，岁岁年年匆匆的每一天，每一天，我最简单的愿望不是能走得多遥远，只要我们过好每一天。有水无？哦、oh.
这干什么呢？那文玲怎么会这么热心？哎，你这个阿爸足憨的呢。文玲现在已经读高中啊，当然也会热心。我是知道讲，即卖年纪的查某囡仔身材是真正啥款啊？即卖囡仔讲大汉就大汉，未真好啊。你吼，你唔呐唔知影恁查某囝即卖是有偌大啊？我看吼，你连我的身材是偌大，你嘛袂记的啦。会啦，我较会袂记的。啊，逐工就拢出现在我面头前，我哪可能袂记的啊？好啦，好啦，来来来，食饭啦，食。哎呀，同你讲，我什么代志拢免人记，因为呢，我有一个好牵手，什么代志拢甲我记条条，拢替我记条条，哇，足好命。你吼，就是食我狗狗。对。哎，文林明仔坐火车倒来，啊，有安排人去车头甲载无？有啦。这你免烦恼，我拢已经安排好势好势。春慧，你喝过这家杨桃汁吗？你想要喝吗，老板？哎、欸，不用了啦，我喝不下了。哦，杨桃汁有什么好喝的、啊？直接吃杨桃比较过瘾，对不对，晨曦？哼，晨曦。鞋带怎么老是掉、啊？我看没有人比我更会帮你绑鞋带。春慧，谢谢你啦。其实我真的可以自己绑的。当然知道你会自己绑，但是我看到你的鞋带掉了，就是忍不住想要帮你。晨曦，我之前说的那个唯一，各退一步吧。各退一步？怎么退啊？我可以不当那个唯一帮你绑鞋带的人，但是请你答应我，以后你的鞋带如果掉了，我可以不经过同意的直接帮你绑鞋带，可以吗？我可能要想一下、欸。晨曦，晨曦，你慢慢想没有关系，但是现在很晚了，我骑车送你回家吧，不然你爸妈会担心。谢谢，时间好像真的蛮晚了，我还真的忘记告诉家里一声。陈慧，你真的很绅士哎、欸。他绅士。他如果是个绅士的话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流氓了。赵家俊，你有点风度好不好？好啊，那我就有风度的护送你回家。走吧，晨曦，我们回家了。不必了。走了，我们回家了。不必了。带你回去。不必了。陈文辉会送我回家的。你要送他回家？方晨曦不会跟你走的、啊，你自己回去吧。嗯。拜拜。晨曦，我知道你不会跟他走的，对不对？会呀。晨曦，你别闹了，别开玩笑了。哎。喂。我先走了。赵家俊，再见。方小心，下车。方小心下车了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你怎么吃个饭都不开灯呢？
来，预备起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晨曦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！嗯，生日快乐，乖女儿。生日快乐！谢谢啦。来，快进来，坐坐坐坐坐，啊，吃饭。来来来，啊，请点线。先许个愿，再吹蜡烛。我看外国人他们过生日都这样过的，好像挺有趣的，我们得试试看。先许个愿，再吹蜡烛。我以为我今天晚归没有先报备，要挨爸妈的骂了。结果。谢谢你们啦，丫头，过了今晚之后呢，你就是大姑娘了。哎，女大不中留啊，爸怕把你给骂跑了。还是爸对我最好了。哎呦呦，嗯，哦，妈妈也要一个，我也有啊。嗯，谢谢。你很脏哎，为什么没有？我才不要亲你，恶心。算了，没关系，见你生日，我饶过你。嗯嗯，好好好，我坐坐。你生日不跟你计较。吃过了没？吃过了，我跟同学吃完面才回来的。就算吃饱了，这个生日面线也一定要吃一口。嗯。哎哎，不要咬断哦！希望你18岁以后，每天都过得平安顺利。爸，这么晚了你还没有睡啊？啊，我今天有点事情啊，所以我比较晚回来。你知道阿妈吗？你这不好行，恁爸开遐侪钱叫你读册，你好话无？敢若学遐有诶无诶，写死写正诶代志，去公妈排头前甲我跪来。爸，我没有做错事情，我为什么要罚跪啊？没有做错，
偷客钱，大恶！你敢讲我没有做错？恁爸是安尼甲你教的哦？啊？还是阿龙是教的？爸，我拿那个钱，我又不是去做坏事，我是去帮很可怜的一个人，我这样也算做错事情哦？我哪会生出你这个白痴囝啊？啊？我肯定无甲你拍死，你是袂记啊？你来吃，打他，打，打不打我？爸爸不要打我了，爸爸不要打我了！妈会，你怎么没有打击啊？快给老爸回信来啦！不要啦，我没有做错事。曾经美丽过，曾经美丽过，岁岁年年匆匆的每一天，每一天，我最简单的愿望，不是能走得多遥远，只要我们过好每。爸爸不要打我了，爸爸不要打我了，爸爸不要打我了。猫灰，你怎么没有打击啊？乖乖让爸回信来啦。不要啦，我没有做错事。我拜托你啦，快来啦，快来啦。是啦，我讲话你是不爱听啊，叫你好好读书你不读，叫你莫跟迄个阿雄斗阵，你嘛唔听。我是恁阿爸呢，敢讲我是跟你害的哦？谁说阿爸不的话就一定是对的？我不想要浪费时间念书了。那个阿雄叔他对我很好，我才看不懂你们为什么都不理他嘞。阿爸，你要是早点跟阿雄叔合作，你一会选举早就赢了啦。囡仔人是八只狗囡啦！我已经高三，不要把我当小孩子啦！你余慧落选不干我的事，你不要拿我出气啦！你点点啊！小人是做伤济歹代志，报应啊！金星，你莫生气啦！你小坐，你小坐，你莫生气啦！戴文辉，你无大无细，一嘴一钱呢？我是安怎，奈个你性格变这款型啦？你来这鬼！你的行租犯案头前，好好反省一下。看啥？搞开来！你干嘛这样看我、啊？姐，你今天跟谁去过生日啊？小孩子管这么多干嘛？是不是家俊哥？不是，但其实也算是啦。啊？你现在摇头一下点头的，到底是不是家俊哥啊？我是跟陈文辉去看电影，结果家俊跑来闹了一场。陈文辉，你为什么跟他去看电影？你应该就是要跟家俊哥一起好好过生日才对啊。
算了吧，你家俊哥只管送罗琳什么礼物，哪有时间管我怎么过生日？怎么会？家俊哥还去闹了一场，可见得他不喜欢你跟陈文辉在一起呢。是啦，他是不喜欢我跟陈文辉在一起啊。可是我真的没有搞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哎，他会这么做是因为啊，我知道了，他一定是在生我的气。之前我跟他讲好，放学前要给他送给罗琳的卡片。小气鬼。所以到底为什么你和陈文会去看电影？这故事说来话长啦。反正呢，就是我欠陈文辉好大一个人情，所以他要我跟他看电影，当作还他人情，我也只有点头的份喽。那他有没有趁电影院乌漆嘛黑的时候偷占你便宜？你想太多了啦，人家陈文辉很绅士的好吗？才没有你说的那样嘞。真的？真的。干嘛？你是漫画看太多了哈。好了，送给你，生日快乐！这是我存钱买的。你干嘛乱花钱啦？我要看自己去租就好了。这本很贵耶。不会啦，今天你生日哎，而且我觉得很划算啊。我买了你一本喜欢看的书。你会一直一直重复看，不是吗？台胜，谢谢你啦！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这么用心哎。不会啊，生日快乐！赵家俊，明知道今天是人家生日，到现在一点表示都没有。12点都快过了，人家生日都快结束了耶。我没有注意到这号人物啊！放心，你知道陈文辉在那里跟谁吗？如果你敢让他受伤，我不会放过你。难道你喜欢晨曦吗？家俊，晚上到我家吃蛋糕吧。未来渐渐凋落，过去没有人懂，年少的青春。早已消失无踪，曾经美丽过，曾经美丽过，岁岁年年匆匆带走她的容颜。
She was beautiful.